其实在娱乐圈中有很多明星的名字都不是用了真正的原名，只是自己的艺名，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被大家记住，也能给自己一个好的寓意。现在说到杨紫，大家肯定都以为这就是她的原名吧，其实并不是的，有不少粉丝都非常喜欢杨紫，而且作为童星的她从来就没有让我们失望过。那么她的原名到底是什么呢？在这一届的金鹰女神节中，做自我介绍的时候透露了自己的真实姓名。杨紫模仿的是自己五岁时候的样子，伸出自己的小手，充满稚气，非常好玩的介绍自己。原来她的名字叫杨妮奥啊，这个名字非常洋气啊，可能因为第二个字比较少见，害怕大家不认识才会改名的吧。其实觉得杨妮奥这个名字非常适合她啊，和本人一样经历古怪的啊。大家觉得呢？你更喜欢哪个名字呢？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